道吧，他们欠练吗？刚刚洗了吗？
Ben buranın dedim, biliyorum. Yeah.
谢谢。谢谢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唱一首民谣歌曲啊，一首朴树老师的《那些花儿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
爱你吗？就算了吧，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那边真假。谢谢。如今这里花丛中生，没有了鲜花，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？谢谢。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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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红灯，请耐心等，已越线，请退回等待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在上海现在好像一天一包烟，在那边好像还不贵啊，天。
水平咋样？哪方面？学习。Thank you.
都打回家了。
所以我也拍下一个返老还返套人性化的方案，对吧？你们说好用。